Moyuto, meet me calling original. Moyuto. Who the heck?所以我们就叫他一片云喽。我联系他，
家对你一见钟情，叫我当红娘为你们拉拉线。对他的印象怎么样嘛？还不错啊。那我们四个人一起去吃大肠吧。喂，你为什么放我鸽子啊？值了你，你在这干嘛？我在剧院足足等了你三个小时，从开场到散场，可你就没来过。我没发烧。那谁叫你的？喂，我们不是说好了七点钟的那场吗？等不到你就可以走人吗？我们又不是真的情侣，你还傻傻在那边等三个小时。我是认真的。什么？我说我是认真的，认真的跟医生交往，认真的把医生当成自己的人。你那么大声干嘛？三更半夜人家会以为你是神经病的。可我是认真的。好啦，认真就认真啦，随便你啊。我现在要上去很认真的睡觉。那我很认真的送你回家吧。不用啦，才几步路而已嘛。不行，这么晚了，我一定要把你亲自送到家门口才能放心。OK。我今天约你们来自圣约翰岛，就是要来一个不一样的骑行体验。所以真的很适合自己了，真是漂亮，你还骑得蛮轻松的，很能运动，我们真的有骑脚车。这里呢有新加坡啊，那你是我们今天要看一些海洋生物。奇形构造，奇奇森，欢声八点八频道，你也可以上 B1 免费随机选看更多奇形构造视频。我们的免疫系统它会用自由基来帮助我们的身体做防御的工作，蔬菜水果有很丰富的抗炎营养素，可以抵消自由基，符合维生素，是好东西吗？准备好了吗？第一次学黄金中吧，感觉真的很好，希望呢电视节的大哥大姐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跳舞。是啊，我知道陈勇师傅要准备一些工作，半夜去买材料嘞。我要半夜买得到的东西你才找得到吗？对不对？真的半夜会饿。谢谢真的。颜色嘉年华2022星期四下午3:30八频道，你也可以上 B1 免费随机选看更多视频。本节目是由 Polydent 自信美丽餐以及跳水和健康医品牌服装赞助。材料怎么裁？通常我们都会裁这个一星，然后三叶，包葱，因为这边都是有机耕作的、啊。由他去。是的，因为这是他的家。夏天来到韩国，一定要品尝的一样当季水果就是水蜜桃。啊、这独特香气，在新加坡吃不到哎，有特技哦。时代力量，星期四晚上8点八频道，你也可以上 B1 免费随机选看更多本节目的视频。误入那里的他们各自遇上人生的困境，不知道为什么熬一起遇遇的啊。你用机器人取代我，你是炒我鱿鱼，你要当老板吗？对生活不服输的四人毅然决定一起当起了头家。啊，开咖啡店不是那么简单的，开店的风险很大的，看衰我会亏钱的，开店当老板他们说做就做。大姐出的东西这么好吃，好搞的我赚钱的、哎、好了好了，投资就投资。外面创业的他们能否成功呢？季家人家做独家，6月13号起晚上7:30发广告，从6月13号起也可以在 B-Watch 免费随机观看。以上节目是由帮助关节疼痛唐氏护颈灵一定型以及丰臣 KCT 新加坡最大的家用电器与 IT 展销室主要赞助。你熟悉的经典英雄全新回归，强势出击。我觉得时间还不多，就算面对危机也只是一个人。暗中勇者就像脸上这张脸，我要下去报仇，踏上不归之途。我连自己的家人也保护不了。谁是警察，谁是贼？真的很难分辨。光明中的战士，我不会纵容任何枉法纪律。坚信天网恢恢，我一定会向你伸出援手。跟随法政队伍，似乎找到意想不到的东西。穿梭明暗，一步奇案。好好一个卧底，怎么会变得这么骚？一连串追看精彩的 TVB 重头剧，现已双声道上线。TVB 剧集现在在 B-Watch 可以看到喽，立即上 B-Watch 免费随心选看更多精彩视频。Thank you.
吧。臭火龙啊，摆什么臭架子？那我们再等十分钟，十分钟内不来呢，我们就先走了。哎，他来了。对不起，我迟到了。啊，没关系，我们都刚到而已。你的手机在哪边？找一天你煮几道拿手好菜，我们再请邻居上来吃。啊，
对，你说的对。不好意思啊，我们节省惯了，很怕浪费东西的。炒米粉我也很喜欢吃啊，不过今天我有事，改天我一定登门拜访，瞧瞧伯母的厨艺。那就这么说定了。那我先走了，拜拜。拜拜。拜拜。奇怪，他们怎么会在一起的？不会吧？管他是真的还是假的，这次老天爷在帮我们，让我们的计划进行得更顺利。可是像这样子的照片根本就不能构成通奸的罪名，有什么用啊？这只是开胃菜，好料还在后头。你要怎么做？到时候你就会知道了。总之呢，我肯定会让你满意，让你很快的就可以名正言顺的当你的承担心态对。怎么样，还满意吗？希望事情成功之后，我还会重重的赏你的。OK， 因为你这一句话，我向你保证，很快有好戏看。这首歌我很难唱，你也很怕唱的丢人。有人说，你那个 bass 跟你的中低音是可以把整个 fill up。我跟他同台过很高，我的头在他的肚脐。黄金年华是诸葛敬业，星期五下午3:30，八米到五米过去都不观看。本节目是由 Holistic Way 宁可信赖的优质保健品牌主要赞助。一场对峙，你站哪边？记得下注，准备好黄金。怎么办？就是现在，一触即发。纸箱的回忆，这就变数。这是联盟的前身吗？对，现在我没办法转过来。这个是台湾最大国的咖喱料，那台湾没有这个。这个叫做台湾夜市，但它的味道不容易接触。如果做这个，我一时联想不到像多大的东西。现在炸完之后，反而变得比较像菠菜的感觉。詹姆士出走料理，星期一晚上8点，八频道，你也可以上 Me Watch 免费随心选看更多视频。面对生命，是也得跟你们做手术的。你有没有想过家属会怎么想？每个医生说的都不一样。他们绝不放过任何机会。对不起，血管结构发现异常。流血了，他们有爱。拜拜，赢得孩子们的信任。他不可能一命靠自己，试着让他靠自己。就是他，是在美国。我不知道怎么面对他吗？他们以勇气，只剩一个办法。心肝神一起办，扭转手术台上的不可能，不计一切，用毫秒间的差异推动人心人数的脉搏。星空下的人鱼，6月13号起，星期一至5，晚上9点，八频道。从6月13号起，你可以在 Viwatch 免费随心选看华语和粤语版的《星空下的人鱼》。以上节目是由主要赞助。在一片神秘的森林，两个个子带着伤痛的人不期而遇。我要问这一嘴医生，来这个地方做什么？开启一段疗愈心灵的旅程。航空救助队以后，疼痛终于发动了。他们能否找到曾经的自己？小时候打起真相。谣言这个主角，哎，什么交警？怎么的赏心悦目的美景？心跳的画面，找不点，一起走进森林吸取爱的芬多精。森林6月13号起，星期1至5，晚上10点，有频道。你也可以同一天在 B Watch 免费随心选看更多视频。Thank you.
吗？要好好爱惜自己的身体，不要再暴饮暴食了。你再这样子吃下去，你很容易饱死，肥子撑死的，你知不知道？放心，我们一定把那只狐狸精给找出来的。
鸡。哦，你是小鸡。都知道啦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就开始行动。当公鸡出门，金鸡、银鸡、小鸡轮流跟着它，不准跟丢，知道吗？你去吧。哎，那你要吃什么？我回来的时候打包给你。随便的。那我出去了。嗯。Selfie acting 的手足啊，啊 ，the Selfie acting 的手足 ，I love her. The first few seconds I miss it. Shit, man, what you love? 不是叫你吃药吗？你没吃啊？吃了也没用啊，我还是睡不着啊。大哥，你昨天晚上为什么把手机关掉啊？我一整晚找你找不到啊。你这样一直打给我也没有用啊。梅奇啊，他好像已经怀疑我了。早上啊，他看我的眼神，好像要把我杀了一样。哎呀，不行不行，我一定要快点把这件事情告诉他，要不然啊，我会死得很难看的。梅奇啊，其实啊，你们是姐妹嘛，你应该让他知道的。他照顾你，我也比较放心啊。大哥，你想喝些什么吗？我不喝了，你快点喝吧。我回去跟他说清楚，其他的再慢慢商量。好。没事，你不太舒服，我来叫吧。好。
说的太多，有时候的我只想和你一样沉默，不想的那么啰嗦，说谁也灭不掉的火。也许太难，真的很难，少了地方还是不承认。有时候错的并不知道，错的不想借口，只是直接一点说。有时候你爱你的小孩，所以无奈需要你关怀。遗憾的以后变成别人。钱赚很多，赚了也花了。OK。
实你很想知道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什么，对不对？对。好，现在就告诉你，我们的主题是私密，是粉嫩的梦幻，还是藏不住的野性美？女人就该宠一宠自己。看你今天的衣服也是比较多的那意思，你还是会比较喜欢公主风或者是漂亮。对，我们要就是白白干干净净，最好是把这样东西全部都藏在里面，就是看起来比较干净。对，里面乱没有另外那样干净。有时候有想过把我的房间做成很像一个酒店，因为就是很整齐，有一个床，有一个书桌，然后有一个地方给我放我的包包之类的。那个粉红色的墙就是进门有看到了，你是可以拆掉的，但是那边墙的话我应该是会要拆掉，因为导致采光很差。你会在房间住别的东西吗？对，虽然这样没谁归，但是你看到的那个厨对吗？对，以前是拿来放电视机的，然后现在比较少看电视机，我就比较多用电脑，我就把那个东西改成很像一个 study table 这样。所以你其实还是需要有一个书桌。因为我以前就你没有，我以前都是在床上读书。对 ，OK， 好，你最需要一个书台。因为现在我是坐在地上，因为我的那个他的那个 mirror 是向外的嘛，哦，所以我就每次在那边坐下来吹头发。可是你会考虑说把书桌跟梳妆台结合在一起吗？对呀，可能这样子会比较节省空间。你有什么需要问我的吗？我就需要你的一个地方放很像我的包包这类的东西。我觉得 Jacqueline 是要纯白，然后干净一点，然后装修风格没有那么复杂，稍微有一点点装饰，小的装饰体现她的性格，这样就好。其实我真的很 zero idea what I want from my room， 是就全部给他去弄，因为如果给我来弄的话，就是应该是弄我一样的东西，就是很丑的东西。我不清楚你可不可以设计出我要的房间。其实呢，我是非常期待究竟他会设计怎样的房间给 Jacqueline。虽然妮妮呢他是有设计经验，但是他从来没有跟装修商有交涉的经验，所以他可不可以完成这项工程呢？本是未来。一波，我等你一段时间了，特地在门口迎接，因为我知道呢，这一次你的挑战是要为一个单身女郎来设计房间，心里的感受是怎么样？感觉到因为通常没有设计给单单一个女生的房间，需要很女人味，也很女人味吗？你有没有女朋友？有啊。啊，那就没问题了，没问题了，进来，进来，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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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来，一峰，等等，就是这个房间了。哦，有点不像，比如说，让你感觉到哪里不像？什么这个桌啊，乱七八糟。很粗的，很随性，对，很随性。你可以从她的房间观察得到，这是一个怎么样的女孩子？她大概做什么事呢？我是不会吧，比较喜欢化妆啊、拍照、看她这些东西摆在这边。你想不想了解一下这个？对啊，对。长什么样？好的，欢迎 Laura。呀，这么漂亮，这么漂亮的一个 Laura。哎呀，真的是人不可貌相，房间不可打量。你的粉颜色是什么？哎，是我有一些 preference to show you。I like tropical 的 feel，but at the same time I like it to be simple and minimalistic。就像你眼睛做的。Yeah, that's right. But 不要太复杂。And actually, 我要放化妆的地方来，简单的像这种。所以你的化妆是在哪里化妆？去厕所吗？厕所。那如果有人答应，我就用我的这个灯。这
对你说东西真的变成白色出来。我这个房间我最喜欢的是什么呢？你可能的呀，可是我很喜欢开我的window，给那个风吹进来，来 have a bit of 太阳进来。其实我是比较需要一个更大的窗，你现在就够了。我看着你有这么多格子，是你的 storage 来一个 storage， 所以你穿比较 expose 的 cabinet 吗？我做东西我喜欢拿 easy access。因为一峰呢，他是男孩子嘛，所以他在保护屋主的时候可能会比较羞涩一点，很多重点都没有问到，然后有一点点啊、不好意思，但是没关系，我已经帮他问了。我又不是说叫你来交女朋友，你是设计师，你一定要问得够彻底吗？他喜欢在房间里面干什么？跟我玩。他最希望他房间的最大的一个跟动是什么？不知道。她啊、是一个怎么样个性的女孩子？比较随便简单就好了。千万别讲女孩子随便，不知道我是不是生活饭啊这些东西啊，生活不好。对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我觉得每个女人都是一样，明明房间很乱，可是都不要给人家看到，然后就是要制造出一个很多储藏室，然后很多东西希望能够被收起来，尽善尽美，而且都有一个共同点，就是他们要简单。小屋大作视频，长痔疮是子宫肌瘤的症状，对还是错？因为我有子宫肌瘤，但我没有痔疮，位置的关系吧，可能就比较近，甚至说是跟肠胃比较有关系。小毛病大问题，星期五晚上八点，八频道免费上 Watch 免费随心全看小毛病大问题的视频。本节目是由红村 Circulant One to Five， 你就是我的运动力。养病酒，让你健康常驻，卓在住。一场对峙，我不是为你的孩子。你站哪边？实在是太好吃了 ，Yummy， feed me more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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 it's feeding time。事业从来都不是我的秘密，目前这个老公是他网络上。